跟雨熙的话本来就认识很多年了，就是已经是还蛮熟悉的。就他给我的印象当中的话，一直是一个就是有点古灵精怪，然后又有点可爱的一个俏皮的女孩。然后我觉得这次主题的话，我是想保留她这样的一如既往的这种个性在里面。所以说在妆容的部分的话，我没有给她画的非常的浓郁，只是通过发型的一些改变或唇色的一些改变的话，来给我凸显出她比较不一样的一面。所以当时我给她做的发型的话，也是那种微微的卷发，然后有微风吹过的时候有一种灵动感，然后搭配上的衣服，然后我再选择了一个比较偏豆沙色的口红，我想就是让她的那种少女感的话又增加一点点的知性，所以是一点点有一点点相撞的，觉得那个效果呈现出来的感觉还蛮好的。我首先就是会觉得特别浪漫，然后特别的梦幻，也带有一些些童趣的感觉。最开始我是这样理解的。拍完我觉得跟我想象中不一样的是，它多了一些华贵，然后多了一些更多的设计感的东西在里面，让我觉得在童趣的之余还有一些很新颖的东西在里面，就会给人感觉特别真的有一种像在爱丽丝梦游仙境的感觉。因为毕竟我们在探索的时候，过去和未来是相接的，所以说的话，雨熙透过这件衣服在行走的一个区间里面，他把很多对于未来、对于未知的一些很强烈的一些个人理念，也融入到了这个空间里面，去散发他们由内而外的一种很强烈的个人观感。同样也加入了很多未来感的一些刺绣方式。那么透过这种元素，其实也是去体现我们内在的一种求知精神，包括内在与外在的一面镜子，去透过外在去感知我们自身，并且透过我们自身再去探索未来的一种很强烈的一种对比，并且是一种共通的精神。说到南瓜马车，一定是非常非常多少女梦寐以求的，就是那一刻哈。当时我发现就是雨熙穿上那条裙子的时候，就不由自主在那转圈。所以当时的话，我对她的妆容的部分的话，其实没有做太多的改变，还是保留了她一贯的这种非常非常人舒服的这种通透的感觉的妆容。南瓜车，我觉得是特别有童趣的一种设计，包括人呢在南瓜车上，然后车奔跑啊之类的，这种我感觉整个都是很浪漫，然后也是女孩幻想中的样子。在她身上我看到了一种很当代女性的一个很自由的一种美感，她表现出来一个当代女性应该有的一个风貌，包括她自己一种很强烈的一个个人的一个性格状态。透过这样的一个形式，透过与礼服结合，透过与她自身的一些本身的魅力去结合，
我觉得体现了他自己本身对于当下的一个很直观的一个表现。